头啊，叫读诵组长，哭哭哭哭哭，大家念念念嘛，那就知道说哦，菩萨怎么做？那有这个典范，这个依规，所以我们来做义工，那有意义吧？不然有时候你不了解佛法，做义工还造业呢，还不如不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要来学，那学有个根据吧，啊，一个在家菩萨怎么做？所以在经典里面，《优婆塞戒经》讲到自他庄严品，说做一个菩萨，甚至在家菩萨，具足这八种功德，才能够自利利他。哪八种呢？所以你要去达到这八种。第一个，寿命长远。那如何寿命长远？你讲戒杀、放生、吃素，啊，你有这个因就达到这个果，啊，所以。如果你菩萨不能够寿命长远，谁跟你学啊？对不对？就像你吃素要吃的气色很好，对不对？你参加法会，让人家可能越来越温柔，对不对？越来越有智慧，那别人才会跟你学。所以做菩萨要如此。第二，具上妙色，你的外表庄严好看啊，上就是比别人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经常供花送衣服给人家啊，经常微笑，所以呢你会具上妙色。第三，身具大力，像我们这种烟供主的以后一定是身具大力，布施食物，供色啊，且供斋啊，佛前供食物啊，布施给动物啊，对不对？护生缘啊，所以经常布施食物，上供下施，身具大力，你大力才能够打坐啊，弘法利身啊，做什么好事啊？你身体没有力气，做不了事情啊！啊，这敲木鱼，有看到动作的人没听到声音呢、啊？我也看到法师在敲，那没声音啊。后来说：“师傅，我怕敲错啊。嗯”啊，对啊，我是很细面拱没有派哦。啊，那各位这个代表，这个没有空性。你要了解三个人跟五个人跟一千个人敲出来声音要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明明三个人敲那么大声干嘛啊？但是各位说你要评估好，而不是我这个人就敲大声的，我这个人是敲无声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些人没信心啊，所以有些人很粗糙啊，那这个就是没有用佛法。所以如果你叫我师父看，我师父就叫你下来再去修行，这样，因为你没有修，你随便敲个法器都敲不出好声音了，唱个声音也唱不出好声音了，偏偏每个人都认为我唱得很好哎，啊，所以以后下回我们法师一个人出来唱一个炉香赞，大家来按钮好不好啊？就像人家那个护照灯要按钮，微笑没有微笑，然后呢全部都好了，这个人适合担任五方讲堂维罗斯，其他的不要唱啊，其他在旁边就好了。但是法师我觉得很好玩，我们以前是麦克喂我要来唱，大家都喜欢表现，但是各位他没有评估好，没有评估好，像我这个人是和音天使，别人唱我就唱小声，我的声音加进去对他有加分，但是我又不会高过对方，他唱错我也跟他一起唱错，免得人家说我怎么对了啊！所以因为你也懂得配合人家，不再凸显自己，了解吗？佛教里面要缩小自己嘛，缩小自己。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啊，第四，具好种性。什么叫好种性？就像佛陀哇，出生做这个国王的儿子，刹帝佛种，对不对？像印度还有婆罗门种啊，但是问题是你要有这个种性啊，对不对？虽然你不贪恋世间的皇帝权位，但是你要把这个功德力转为一种出世间用，让别人因为你而对佛法升起恭敬心，那可以啊。你这个有这个威德力，别人愿意接受你的劝化，所以各位要具好种性。要被敬仰，这样。第五，多劳财宝，一定要有钱，对不对？你没有钱怎么帮助众生呢？
令众生欢喜，令众生离苦呢？赎众生命呢？办大法会呢？下回你跟丽珍说，丽珍，什么事情？我要承办一场大法会，1000个人中包，对不对？哇，大家有钱真好，功德那么大，你出钱还要谢谢我们，我们修给你呢。啊，但是至少有财宝，所以就可以做得很好。那为什么有财宝？念下来，布施金钱，下施贫穷，都要多去这样做啊。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，今天等一下准备2个箱子，还有钱吗？我们现在有个新的规定，我们现在每一个地方都成立慈悲分会啊，慈悲什么？老人啊，穷人啊，独居老人，好不好啊？大家多多帮忙啊！现在社会贫富越来越悬殊，有钱人还是有钱，穷的是穷的要命啊！所以有很多团体都在帮忙，我们也责无旁贷。因为有人跟我们说：“海涛法师，你钱都拿去倒掉了。”我说：“什么意思？都一样，你钱都拿去烧掉，有吗？我们就都修掉啊！那你钱都没有拿去帮人，有啊，做得太小了。”啊，所以我当然本来就是要做的，我只觉得各位现在功德力够了，有无形的帮完，动物帮完，积极要帮助人，好不好啊？借这个机会去助念，你接受我助念，我还送你红包啊！希望能够让你学佛嘛，特别这些孤单的人、受苦的人，所以等一下休息一下，开始要掏钱，好不好啊？不要把钱带回家，要把它用完啊，这样功德大一点，早上上供，下午下施，好不好？所以帮助老人，帮助生病的人，帮助独居人，我们现在就希望每一户家，如果他是社会局，各位你们里长那边有个登记贫户人家，你也稍微去了解一下，我们虽然没办法帮助他们全家，那你就负责住那一区，一个月就拿3000块去给人家，对不对？无疑报一个也好，对不对？比较好一点，5000块，然后再加一点食物，对不对？那他就会很欢喜，跟他做好朋友，然后呢，就劝他学佛，好不好啊？劝他，你也把佛法的功德也给他。所以各位要多劳财宝，要常行布施。第六，男生都不要念，女生念就好。第六，有力不？对对对对，你看查甫拢这块头巾了你。啊，所以做女子生就没办法，就没办法了。女孩子哦，她天生每个月有月事哦，这个月事就会让她起心动念，了解吗？就有荷尔蒙，然后呢就会情绪好，情绪不好，或者兜一下串了呢，就赶扣啊，那就很多不方便。所以百年比丘尼也要恭敬一日出家比丘，这并不是看不起女性啊。而是因为女众菩萨她在身心方面没这么圆满，生理体力不够，心理执着力强啊，所以就不容易入道。所以各位啊，具男子身，大丈夫身啊，就要多读地藏经啊。所以为什么可以具男子身呢？念一下，呵责女人身，你给他等于就给，哎呀，我哪做杂物呀你呢？我不爱做杂物啊，安尼啦，做杂物那怪怪，是不是啊？各位男人，下回让你有个胸部，啊，你去昏去。我杂物的呢，你搞懵，拍摄你今嘛一世人丢你做杂物啊，所以你会很难过的啊。所以各位，这不要不要，女人不要喜欢就展现我皮肤啊，我胸部啊，身材啊，我的大腿啊，小腿啊，啊，太痛苦了。所以要具男子身，好修行，好同理大众啊。七者，做菩萨要圆语辩聊，讲话要清楚，也让人家了解，辩才无碍，不会讲述人家啊。而且呢，讲得清清楚楚，让人家能够了解佛法，千万不要把佛法越讲两个都越糊涂啊啊。所以讲空性不提戒，空性的人越讲两个也糊涂，对不对？讲慈悲自己都没慈悲，那怎么慈悲呢？所以我想做个菩萨，讲话要清楚，也要让别人了解。那为什么？来，自心持戒，
特别口业，所以各位一定要持好戒律，特别不妄语、不良舌、不绮语，所以不恶口，不要这样去修啊。第八，无大众怖畏，所以菩萨不能怕，不能怕什么样的状况去助念也好啊，这个人流很多血也好，场面很大也好，你要如如不动，因为我又不是在表演自己，对不对？我只是借这个机会表达佛陀的教法，不是在凸显自己，凸显自己你会怕。我们去念阿弥陀佛怕什么？我的肉体是怕，但阿弥陀佛佛法无边啊，没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带着阿弥陀佛的力量，我可以去地狱，我可以一个人睡在魂墓区啊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但是如果你用你自己，我睡魂墓怕死人哦啊。但是如果说我念阿弥陀佛，我代表阿弥陀佛无畏啊，如何无畏？念一下恭敬三宝，供养三宝。所以各位要经常啊，没事来到五方佛拜佛，好不好啊？人家引荧魔代祭拜个头卡，有你的标志，你身体就好啊。拜佛礼敬三宝，供养三宝，无大众怖畏。所以做个菩萨要具足这个八法，才好自利利他。这个经典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。晚上回去从头到尾把它看完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你也困不起，我跟你讲啊，三昧夜去你看这差不多一点钟点半钟就看完了，但是你也讲后悔后悔啊，较早好我看呀呢啊。所以各位一定要看啊，每天要看。我每天我经常我都很快速的在做这个，几乎如果我在台湾一个礼拜就可以出两本，我现在比较忙，所以我也很努力收集，也请帮人帮我收集，想尽办法。但是各位一定要看，我也鼓励各位法师要负点责任，看经典啊，按照经典传播佛法啊。所以呢，这样让更多人更能够深入经藏，不然的话法师不在没有佛法，那有问题了啊。所以让大家有研读经典、深入经典的习惯，那这样呢，我们在做佛教的事情才会有力量。所以希望大家，我们印经协会也印了这么多不一样的经典，那我们要利用各种方便让他们有机会来看经典。那当然我们要表达我们的热忱呢、所以慈悲感受到佛教徒的这种特色，进一步呢引导他能够看经典。特别我们要修菩萨道，如果你不研究深入经典，就发起不真正的菩提心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宣荣医师，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，除落实个人卫生防护措施外，可多前往配合防疫措施的店家消费，享受生活，促进经济。民众外出购物时，请务必配合业者的防疫措施，例如量测体温、清洁双手等。另外，购物过程中请与他人维持 1.5 公尺的社交距离，
或全程佩戴口罩。选购商品时，